今天就把这个哇给它搬进去，搬到那个杂物房。好不容易等那个雨停了，最近一直下雨，这些瓦的话暂时已经要补的屋顶也补好了，这些留作以后用吧，或者说留着那个瓦坏一块就补一块，当做那个备用的，放在外面这样子风吹雨晒的话它可能腐蚀的快一点嘛，放到杂物房给它好好保存一下。搬完了，跟这些瓷砖放到一起，杂物房终于发挥它的作用了。今天在自己家的菜园子摘点菜，做火锅吃。菜摘回来了，都非常的嫩了，特别是这个香菜，还是这种小苗苗，哇，自己种的。然后还有一些菠菜，那个菠菜也是很小的，也是这么大一株。然后还有茼蒿啊，白菜，这个白菜也还是那种小白菜苗啊，直接给它用来下火锅是最好的，就这么点大。好嫩呐，全部都。
配菜都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把这个羊肉焯一下水。今天是一个羊肉炖萝卜火锅。我们泡了一个月的酒，现在也可以开封了。泡的药酒啊。菜都上齐了，这边有两杯小酒，我们自己泡的药酒。一个多月了嘛，放了枸杞啊、枸杞、金樱子、当归，一些药材，用那个古酒泡的。这边是金针菇和豆皮，上杰特别喜欢吃这个豆皮，我们买了两张薄薄的，还有一盘这个撒酿牛肉丸。这边就是我们自己家菜园子的一些青菜了，嫩嫩的，哇，这个火锅非常的丰盛了。现在这个天气开始冷起来了，这个羊肉炖萝卜，哇，一看就非常的，看着都暖和了，这个颜色。把火再开大一点吧。可以啊。这样可以了啊。可以了。我要吃肉，先来个萝卜，好烫啊！这羊肉好好吃啊！嗯嗯，烫，慢点吃。好吃吗？对。好暖和呀！哇，这个羊肉带皮的，特别好吃。还有你的酒嘞、萝卜好烫。那，来干一杯。干杯。这个酒还挺香。哇。口感更香哎。全是那种。我觉得还挺绵柔的。补药的味道。对。哇。好喝。好喝，多喝一点，等下给你打一缸。就拿这个碗喝。好暖和，这个喝下去之后。一股热气。我想吃牛肉丸，还有豆皮。牛肉丸。我直接这样拿的。没事，反正就我们两个人吃。豆皮的话还是加吧。金针菇也下一点吧。金针菇可以多煮一会儿，全部下进去吧。可以，越煮越香。加大火。好。开大火了。给你再来一点豆皮。好，来放到一起。埋在下面。可以了。先吃肉。哇，我吃萝卜。这个萝卜吃不快。好烫啊，里面。我知道。哇，香菜。来点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香菜。嗯。这个香菜苗的身高还只有10厘米高，非常的嫩。
这样子泡一会儿就可以吃了，对，直接可以吃了，特别方便我们吃它，而且非常的嫩的这个，嗯，肯定特别香，让它煮一滚吧，嗯。天越来越冷了，之前就降过一次温，没这么冷哦。然后气温又回升了，嗯，这一下又降下来了，感觉这一次好冷哦。嗯，这是羊排。羊排，嗯，那不是适合烤着吃？嗯，烧烤。嗯。这香菜太好吃了，我也要吃。那下面这个给你。哇，那豆皮粘上了，把它拿掉。嗯，豆皮还没熟嘞。嗯。这么冷的天，嗯，那学校还没放假嘞。我们离这里大概1公里的样子吧，就是走路1公里的样子。嗯。有一个初中嘛，我们那时候就在那里读的书。刚刚做这个饭还能听到那里打铃的那个声音，还在上那个晚自习。这都腊月初八了，嗯，居然还没有放假哦。对啊，要放寒假了。嗯，今天初八。嗯，哇，不是要吃那个腊八豆吗？我们吃腊八火锅。哎呀，这个吃着还有点呛，好辣感觉。嗯，以前自己读书的时候，哇，冬天是真的好恐怖啊。嗯，天亮的晚，早上起来摸黑，打着个手电筒去学校。对。嗯，好厚的雪那时候。那个时候一脚踩下去，那个雪直接到膝盖了，是吧？嗯。然后鞋子袜子什么全是湿的，还要带棉鞋去学校里面换呢。对。我家这边过去是那个后山嘛，哇，有点吓人。嗯。那时候早上起来，那个狗就送我，是送我到那个村口。好有安全感哦。嗯。那时候读书是真的感觉挺累的呀，自己感觉好拼哦，感觉，就不想读书。对，冬天长那个冻疮，我的手现在都是有点粗，我这个手指头，因为那时候只要一到冬天就长冻疮，然后它长冻疮就是手肿很大，这个好像肿了之后它就不会再瘦下去了。以前没那么胖是吧？没这么胖，这个手指头。刚从学校出来之后，就特别怀念读书的时候了，怀念那些同学啊什么的。对，校园时光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啊。不过人好像都是这样子的，永远都在怀念那种回不去的时光，因为那时候有一点烦恼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真正的那些困难都是父母在扛嘛。对啊。嗯。长大了之后就什么都要靠自己了。牛肉丸熟了没有？你试一下。我在尝啊。熟了。熟了。那这个还爆汁。嗯，要小心一点，等下特别烫里面。嗯。好吃。嗯，好好吃牛肉丸。呀，
好香啊。